我明天告子英比冤枉东野。你没有，他不是，他咋又吵了？你别吵了行吗？我都不吵了。你别说了，我办的事我这的，他一个人行为，你今天行为有点过激哈。他一共都过激，有点过激。过激啊！我奉劝你要冷静处理，行吗？他一共都过激。我跟你要那个，不要一错再错，明白吗？我那个监督你说我过激，不要触犯法律的底线。不是，行吗？是人家个错是他错，是这个的。你别在这上了，你别在这上了，我跟他交流。我交流。你到那里吧。行，好了，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行吗？行吧，别再吵了，行吗？对，我奉劝你要冷静哈。我奉劝你一起去看警察吧。你今天要是不冷静，你将会触犯法律的底线。法律拿出来，你会后悔的。拿出来，法律都后悔。行吗？拿出来法律，拿出条文。那你身份证，拿出来法律条文，我看哪条。那你身份证。拿法律。那你身份证。拿去快。二报告收到，警长。拿条给自己辩解是属于犯法的。你过来吧，我也要去玩了。你今天行为有点过激哈，明白吗？给自己辩解叫过激，这是哪个法律说？不是，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对。行，咱们口头不中。行，他什么意思？我们正在调查，你先别激动，行吗？什么意思？我问他什么意思？我们正在调查，行吗？你知道俺有狗，你为啥不知道？那跟什么？对，你是工作中的人，你是环境的。我这里不是他看了他不中的。我们正在了解情况，行吗？我现在也没说谁对谁错，啥意思吧？调查完之后再说呀。我看你那中恶的，什么？中恶的，谁是恶人啊？他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们双方现在都是平等的，这意思吧？你带你们咨询他，谁？你从现场你都谁对？就这样合适的不？你看哈，有这样合适的，停着不走，狗叫这开始就是在黑赖狗的不着，连走都不走。谁对？要调查完了之后，你要是这样萎缩，不光一家，养狗的有快递，就如果是合理的话，咱让网民拿出来讨论。有账吗？俺出家的算不算？俺算不算出家？你算不算？你看门儿，这狗不能随便跑。你连走怎么都不走？你为啥不走？我说俺有房没了，没了你怎么不走？没了你连走都不走，你出来是什么意思？我问了还有房，你为什么连走都不走？是专业是吧？啊，能跟人到头里去吧？他跟人到头里有啥？我能跟人去不？什么意思？能跟人到头里去不？得跟人到头里吗？啊，跟到说什么？我讲的，我这里不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要因为发言打击报复，那是另一回事了。我跟你说，报复，你就打击报复。什么有病没病了？我说，是我讲的。这件事儿是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别的事儿，因为从网瘾发被那些咱农地贪污腐败的那些腐败分子要是帮他们来打击报复，这就是违反另一条法了。我跟你说。一个是一个，他说的，哎，你是公开说白的都白多难的。他在哪里有个房子？不知道多少里的，咱不知道。这是他说，他单方面说。你为啥不走的？你是安慰狗，你为啥不走的？这是他单方面说。那你算嘛？你单位有点找事。对，这是现场，这就是现场。你不单位人找事是吗？我柜当还有包，他说没了，没了，你不为啥你不找？你说那没中，你赶忙到那边去吧。这就是现场，这就是在现场。你这他妈你还不能堵着俺的门呀？现场从那不走，他从这里不走，那狗去赶上叫他就赖上狗了。你父亲在家了吧？没在家。上哪去了？溜去了。你这小狗养了年头可不少了，你这小狗。我哪个少了没了？哪个被偷了？养那个。啊。养那个，俺溜着拐拐也不。那个人不行，我问他，他我提到屋去了。我说还有不？他说没了，没了你就走呗。他还是来这里一个劲的不走。不是，就是啊，这就现场。关着门了，这就现场。他把我都开开了，我就递过来。我还有不？他说没有了你就走呗。他一个人来着，一个人来着，他不走的，他就出来就咬。你看咬着咬没咬？看着。咬他了。他没咬他了，就吓唬了。没咬他，他腿上有狗咬的。他说，来看你的，看看哪里狗咬的印子，哪个是？什么事儿？那个漂亮，这是你狗咬的，别写胳膊了。这是狗咬的。你弄点水去擦干看。这是狗咬的。那不什么呢？这狗咬的。来，别动，你说是狗咬的。